各级关机中，周边在金山关机关连连在第六山区，获得13,040票的高支持率，同时也是各级关机关当选的最高票。今日含连连的欢乐乡长林清金做会写票，感谢乡亲的支持。现任各级关机长周边在金山关机关连连在第六山区获得13,040票的高支持率。同时也是嘉义县议员选举最高票来当选。今仔日甲当选欢乐乡长的林清金做伙写票，感谢乡亲的支持。同时也会甲未来县长王章良做伙为山区做建设、做观光，两人条立牌，钱条就立牌。啊，当然这次呢，会当来高票当选县议员，拢是乡亲的支持。较爱好，啊！打了这只表示120,000元，这个感谢。未来呢，咱整个嘉义县呢，咱山区呢，啊！打了一定会来发展观光，输人潮吼、哦、来到咱山区。台山山沿线呢，龟山公园、德佳清水公园，啊，咱咱迄个仁义潭水库，啊，半天岩，以及呢，咱中埔呢，五凤庙吼、哦、无忘纪念园，这一路来呢。阿达啦，必定尽量来争取，使咱大三线这个观光人潮呢，啊，拢会当带动人入来，包括大埔的三门水库吼，啊，好好啊来开发。我阿达啦，一定含咱未来县长，好好啊来参详这个工作，使咱山区沿线呢，会当带动观光、带动人潮、带动人潮，使咱山区的百姓呢，会当增加收入。感谢咱欢乐乡的乡亲士大吼，啊，今伫即届乡长的选举，会当高票来连任吼，未来即四冬啊，今会更加拍拼来报答咱欢乐乡对欢乐乡所有乡亲对啊，今的疼痛。我相信即四冬来吼，未来即四冬吼，咱拢欢乐乡不管是主要道路吼，还是村里联络道路吼，以及我们淡寮库的开发吼，半天连整个大半天连地区风景区的开发。以及仁义潭风景区的开发哈，阮拢会甲议长配合哈，啊，我相信咱欢乐乡未来观光哈。嘉义县议员第六选区山区议员当选人有张明达、王坤贤、陈碧玲、胡银海、何祖凡、罗树阳以及詹黄素莲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欢乐乡采访报道。